经理，你好。哪个？我是做门窗的。来，这个我们正规单位，谁拿报价呢？这是报价，你先看一下。价格有没有竞争力？肯定有噻，你先看吧。你这个报价比别人高出二十个点呢。我们家质量好哦。哪个质量不好？都说质量最好的。回头消息。我们家进货渠道是有保障的，货都是从你小姨子家进的。我小姨子那进的？啊，全部都是。那就不一样噻。啊，再看一下。既然是自家人，哪个谁都不做了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说啊，社会在进步，自家生意肯定自家做了。哎呀，经理，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。你回去啊，重新拟一份合同啊，合同的报价比这个报价再高出三十个点啊。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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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经理，这个你说的，哎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哎，你说的嘛，哎，这个不一样哦。是吧？啊，这包装也太大气了吧！不但呢，包装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哦。啊，有好几种茶叶。对，有五大名茶，这里面有正山小种、铁观音、金骏眉，还有大红袍。啊，是陆龟。哎，对，入口香醇，整整有十泡。是吧？最重要的呀是这里，快这里。那德化茶具哦，那。平时都要卖到上千块钱的。是啊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收下，我先走了哈。这死猪扒皮，刚刚还说不要，现在两头都站着。